大家好，我是杰，欢迎回到 FFV 时间。那今天呢，是要想来跟大家打这个挑战关卡，也就是这个强敌 FF15 的那个艾拉尼亚。那艾拉尼亚呢，这个关卡呢，其实说难不难，说简单又不怎么简单，因为其实它的攻击呢，全都是物理性的。所以如果你有个白闪的，比如说光战的话，或者那个可以用那个尼克，那时候万圣节的尼克，然后还有多一个白闪角色也是可以轻松的过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的呢是用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简单，就是普通的队伍来看可不可以破光。看一下哈，都没有提升这个声光暴裂破这个呢。都没有吗？难道就用这个吗？看一下哈。好了，就用这只吧。OK， 那今天呢，我带来的队伍是这样，就刘克是拿来预付，然后这个是白魔女菲娜是拿来做补师的，然后还有当然是我们的坦克光之战士。那这个长按的维利亚斯呢是拿来做 trainer 的，可以跟这个奥兰多做这个 chain， 还有这个诺克提斯是尾刀手。那我们多数朋友进去看看吧。那打这个艾拉尼亚呢，重点是要降低他的攻击，还有提升，当然提升自己的防御力啦。那光战呢，就是可以用这个光与我们同战。然后，我看哈 ，OK， 菲娜就做那个提升。然后维利亚斯就提升防御，好啦，就看这样打下去会这样。这样 OK， 用三十超级多戏份。OK， 终于好了，终于可以做输出了。对，看一下。
然后菲娜呢，则可以把她的那个极限槽，还可以吧，看看，给刘克，那刘克就是，看要不要用其他的哈，好了，还有什么东西讲？就做个预付，然后光之战士就什么都不做吧。哎呀，脸不好。啊，又到光战个人秀的时候了。游客就做这个，光战就做他的光影门重载吧，然后拿下哈，莱恩就提升，就继续做我的 chain。哎呀，这尾刀手搞得不是很好。没事。上我的 buff， 应该不需要。继续上 buff 吧。半血了，没事，加血。
难啊，加油光战。哇，他的恢复这么少，看一下哈。我要驱魔一下。嗯，站的那个还在 ，OK。那是黑过是 HP 是吧？哦，这么少，完蛋。我恢复多少？啊，还不错 ，OK。那还要驱魔，是的，驱魔。OK。然后，发现发到极限技了，那就应该所有东西都完成了，发动了召唤，然后发动极限技，又提升了。继续弹，然后提升防御吧。哦，血啊，一去吗？哦哦，怎么办呢？看一下哈，
我一回合吧。哦，别死！啊，别死！拜托，别死 ！OK。他有塔，怎么会打到他呢？啊，练练好，就练练好，好，这样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完结了，光仔，复活吧！那其实这个回合就可以把它打搞定了哈。收工，再见了。噔噔噔噔。那大概就是这样打咯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装备哈。那刘克呢是刚我说的，只是预付以防万一的角色了，然后可以用那个降低敌人受到伤害的那个技能也是，然后啊，就忘记看装备了，就拿这个超越克服，还有那个莫古利星的来提升那个极限超的增加率。那补士呢，就是白魔女菲娜，装备呢是普通的这个。它只是用来以防万一留客不够的话可以用托付，而且托付这个托付提升觉醒能力，觉醒之后可以有一个那个自动回复的那个效果是。那长安呢是拿来当做 trainer 的那装备是这样。那如果大家没有长安的话，也可以用那个阿格里亚斯，可以跟那个奥兰都做那个 chain， 然后光斩。那大家可以尽量放多一点那个闪可以闪避的，例如说这个这把刀，还有这个盾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技能，就是
机器装置之心，可以让他自己一直自动恢复 HP， 有时连补士都不需要。然后先发制人也不错了，可以拿到那个反击，然后可以拿到那个极限技操的那个石头，还有那个召唤兽的那个石头。对，那这是我的尾刀手。拿谁都可以啦，就是要一样的，最好是一样的 element， 但是我这个 chain 的不是很好，所以那个尾刀手打的也不是很好。但是尽可以的话，尾刀手在那边放那个十人或者十人改，可以造成最大的伤害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这个攻略就到这边咯。那大家如果喜欢的我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帮我按个喜欢，也顺便订阅我频道。那如果自己有白闪的观战的话，当然这个关卡会打得更容易一点啊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